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个变发剂，也就是我今天要去处理我的头发。我大概四个多月前去弄头发，可是你看现在这个布丁已经慢慢的长出来了。加上我最近很想要改变一下我的发色，所以今天想说去给设计师看一下，讨论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变出一个新的造型。这样，我要准备出门了。今天开始很冷哦，大家自己小心一点。对，我们去弄头发吧。进来了。我想要染浅一点的颜色，可是多浅？没有搭配。哎，你好看。我有漂过很久很久的前面。然后等一下，我这边也会做记录的。好 ，OK。你让我先做记录吧。好。那我们要请先穿超，穿超外套这样。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made it. Back then it was bad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Till one day I'll be stomping on them stages. But right now we just dancing in the basement. Right inside the basement.That is 4 a.m. Still with webby tricking faces. Learning shit ourselves on my own time. I made shifts. What up, guys? 现在呢是隔一天，然后我的头发已经染好了。我昨天本来打算是想要染一个浅一点的颜色，然后去漂头发。但是跟设计师讨论了我想要的颜色、想要的效果之后，他跟我说，其实他建议不要漂，因为我的头发是属于细软发，所以本来上色程度就会比较差。然后我想要染的那个颜色，如果用漂的话，他说其实更容易掉色。所以我就想了一下说。啊，这样子的话漂头发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嘛，所以我就决定不漂。但是我染了一个比较浅的颜色，我现在从相机里面看其实看不太出来跟我之前有什么差别，但是我现在把 before 跟 after 放在荧幕上，你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前后的差异。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满意今天的成果，然后我稍微有剪短了一点点，我稍微近一点看你们能不能看出。好，我觉得好像看不到。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坐下来跟大家稍微 get ready 一下。最近实在是发生太多事情，我相信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样很煎熬吧。我会把大概讲到东西的时间轴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从那边跳着看。这样，化妆水我用的是上次在日本买的科润化妆水，这个是给干燥性敏感肌用的。我自己是感觉不到太多，好像很明显每个化妆水的差异，但我觉得用起来皮肤舒服比较重要，所以 ，Yep。再来是乳液，我用的是这个 Drunk Elephant 的 Cream， 这好像是我去年回美国去 Sephora 购物，然后他送的一个生日礼。这个 Drunk Elephant 在国外其实也很红，如果你们稍微去 YouTube 上查一下，就会发现很多它的 review。它的价位没有到很亲民啦，但你知道，如果喜欢的话，想试试看，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牌子。今天想跟大家聊的第一个 topic 非常的伤心，也就是我近期内回不去香港了。我其实是本来机票已经订好是初五那天就要回香港的。那你们也知道过年就是新冠状肺炎那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家开始很恐慌啊，就导致那时候我家人就很紧张，我自己也很紧张。但是过了一个礼拜，我发现状况都没有怎么改善，因为你知道香港各式各样的政策都让我蛮担心的。前两天台湾政府也颁发，就是中港澳人士或是从中港澳回来的人都需要自己自我检疫14天，这个其实就代表了他们有发现一定的危险性嘛。打岔一下，这个是我最近爱用的 foundation， 是 Fenty Beauty， 它的色号是 8D01，这个是 matte， 就是比较雾面的系列。因为我的皮肤算是干，但是它会出油，所以如果用滋润一点的底妆，我很容易会就是看起来很亮，然后妆掉得很快，所以这样。总之呢，就是我现在也还在关注。很多人朋友问我说，他们就会说现在香港感觉很危险，你还想回去吗？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香港现在好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可是。怎么说啊？怎么说？我觉得我现在在香港有，是已经培养出一个自己的生活模式，例如说自己煮饭啊，
自己去上班，自己去安排自己的周末什么的。怎么说，我比较喜欢那个状态下面的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我是一个非常需要一个人时间的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partially why 我的 long D 可以持续的一个原因。一个人的时间真的很宝贵，我可以一整天我都不要跟别人讲话，我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剪片。所以其实我周末很少跟朋友出去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我在台湾的周末真的很无聊，我就是会在这张床上一直剪片，然后看剧、看 YouTube， 然后看书，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一个人去咖啡厅坐几个小时这样。另外一方面也觉得香港有好多我还没有体验过的、还没有看过的，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个部分的我吧。但是当然安全最重要，我其实问所有香港朋友，他们都跟我说你能够待在台湾你就不要回香港。所以希望香港可以早日控制疫情，然后可以赶快回香港。那也要请各位多多担待，就是近期可能会比较少香港的影片，但对，注意安全，注意卫生，然后希望这次的疫情可以早点度过，前线的医护人员都可以平平安安。我的修容跟等一下的打量是这一盘 Charlotte Tilbury 的 Filmstop Bronze and Glow， 非常爱它，真的很好用。然后我的 maybe 是我近期买的 Innisfree maybe， 是这个深咖啡色。我很久没有用 Innisfree 的 maybe 了，我现在重新拿起来发现，真的是蛮好上色，蛮好用的。我最近有开始在重新审视自己画眉毛的方式，因为我的眉毛还蛮浓的，所以我不需要好像整个去描绘出一个眉毛，我只需要把中间的 gap 给填满这样子而已。下一个想跟大家讲的是我最近开始培养的兴趣，呵呵。对，去年一整年吧，我整个心思都放在工作跟我自己的 YouTube 上面。我发现好像自己就这样忙碌了一年，然后我有点想要找一个新的兴趣。然后最近呢，我开始迷上一些 IG 的手写账号，然后也进而就是有认识一些作家。最近开始对现代诗很感兴趣，我前阵子去诚品就买了两本，一本是陈凡奇的《下雨的人》，另外一个是彼岸的路，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集还是散文集这样。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可是长大之后就很少，但最近突然觉得文字真的是可以非常温暖的一个工具，它可以传递的不只是文字里面的含义，还有一种很难解释的温度。我现在用的是我近期的挚爱盘，也就是这个 Etude House 的面包盘，我非常非常的爱，尤其我非常喜欢这两个颜色。有时候发现一些我自己没办法表现出来的感觉或者是情绪，然后可以在一本书上看到，然后就很有共鸣，说啊，我也是这样子觉得。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神奇然后又很有趣的一件事。你可以看到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我自己想法的人。 anyway 然后呢，另外一盘也是我最近非常非常爱的，就是 Himi 这一盘 Eye Color Palette， 它的颜色是 Burnt Orange。 我跟你说1,2,3,4 这四个颜色都超爆美，如果喜欢橘红色的话真的不能错过这一盘。然后加上因为它是台湾的品牌嘛，所以就觉得台湾能够做出这么平价然后质感又这么好的眼影真的是很值得鼓励。讲到兴趣呢，另外我也开始听一些音乐类的东西，例如说我昨天呢去听了宇宙人的演唱会。那这个其实是因缘际会啦，因为我一直都其实没有特别在关注什么华文的乐团啊，华文的歌手。昨天因为朋友约我说，欸，他们有多的票问我要不要去，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我就去。因为我知道宇宙人这个乐团，但是我没有特别在听他们的歌，应该这样说。然后我整个演唱会我大概只听过去高雄那一首跟太空警察，就这样。然后其他歌我就是很尴尬，在那边想说哇，我旁边有人超爆嗨，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想说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感觉讲出来会被揍，但是对。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昨天其实就认真的听了几首，哎，觉得有几首歌还蛮对我的胃口的，所以我偷偷的记下来，想说之后可以开始拓展一下自己听音乐的习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我的 Spotify playlist link 在下面的资讯栏，所以大家可以去 follow 我的 playlist， 那个会不定期的在更新这样。另外呢，我最近超级喜欢韩文歌，但是不是那种 K-pop， 它是比较像是 lo-fi music 的那种 K-pop，
你们去听就知道了。我会列几个名字在这边，你们就会知道我想讲的风格是什么。那我现在用一个比较肉的颜色，把它晕开。很多新来我频道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在学广东话嘛。那这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兴趣，然后一部分呢是因为我在香港工作。我有另外一个很想学的语言就是韩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韩文就是特别感兴趣，就像我对日文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连想要学那个欲望都没有。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去物色一下学韩文的线上教学课程？可能像我现在学语言都不是什么要考证照。等一下，我画一下眼线。我学语言最大的重点就是可以沟通，这样，因为你知道语言本来就是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我用的睫毛膏呢，一样是这个万年的挚爱 Etude House 的 Curl Fix， 这个真的很强，可以 hold 住你的卷翘睫毛一整天，尤其是对于像大中分，尤其像我这种睫毛又稀疏又短的人来说，能够看出效果的睫毛膏非常之重要，是人看起来有没有精神很大的一个重点。擦第一层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两边的差别了。我的腮红是用这个韩牌的腮红，它的颜色是04号，它非常的显色哦，所以你这样扫两下，然后再这样，然后轻轻的上。最后呢，想跟大家讲一下我的 insecurities。 那 insecurities 在中文应该就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最没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之前也会收到一些 comments， 那你说不在意的话一定是骗人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牙齿很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我也很清楚这件事，所以人家只要跟我提到牙齿黄这件事情，我就会很觉得自己很丢脸，然后也很不好意思。第一是医生说我的牙齿本身我天生就比较黄一点，那天生也比较容易蛀牙。再来是其实我小时候的牙齿非常非常不好，就你们听过做根管治疗啊，蛀牙什么我全部都做，而且我有非常非常多颗根管治疗，所以我很多牙齿其实是有套一个牙套上去这样。那我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也不是说我现在能够改变我就能改变。很多人都跟我说啊，你要去做牙齿美白啊，你要用什么方式什么方式，但这些其实就不是我说能做就做，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顶多我哪天变得很有钱，我去做全口的牙套，然后把所有牙齿都套一个白色的牙套上去这样。所以你说我想不想改变这件事情，我说没有的话就是骗人的，因为我很羡慕人家牙齿很白很整齐什么的，但我现在有这样子的牙齿的状态，可能很黄或者是很多补牙很多牙套，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自己造的孽，所以我现在就必须要去承担它。未来希望医术可以很发达，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困扰。那我现在还在学习说要怎么去接受自己这个缺陷，然后缺陷另外一个 insecurities 呢，就是我的脸。我怎么说，脸我也讲不出来是哪个部分，但是就觉得整体长得有点奇怪。真的要选的话，我觉得是我的鼻子跟眼睛的比例有点怪。讲的什么话？没有，因为你看我的眼睛虽然不算到很小，可是因为它是单眼皮，所以如果我没有化妆，我没有做任何事情，看起来就会很无神，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我的鼻子又相较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个就是不是一个很小巧很精致的脸。对，但是你知道我能改变什么？你要我去整形吗？要整的话我应该要花一大笔钱，因为也不只是眼睛跟鼻子需要整而已，就是你知道。最后一个 insecurity 应该是我的大腿吧，因为我的大腿呢其实就一直都不是很细，所以穿裙子啊穿牛仔裤啊很多时候都不太好看。当然这有很大部分是我自己知道太爱吃，然后运动量不足所造成的。应该是我觉得以上这几点就是我自己出去我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三个地方。但话说回来，这些都是你知道我们的一部分，除非你决定要去修正它，可能去整形啊去抽脂啊什么的，不然我觉得学会爱自己的身体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最后呢是我的唇膏，这个是 3CE 的雾面唇膏，它的色号是 #909 Smoked Rose， 这个颜色真的是我觉得 Burbank 100分的颜色，它上去是一种很美的雾面砖红色。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后的妆容，大概就这样。
好的，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有点长，但是谢谢大家陪我碎碎念到现在。总归一句呢，就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然后疫情可以早日的控制住。然后谢谢这次的设计师库摩帮我做了一个这么漂亮的颜色，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会把库摩的联系资讯放在下面，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我真的还蛮推荐他的。对，那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拜。So sad。跑着跑着在冲，刚赶着要去搭捷运，就发现，结果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我坐错站，结果上了车之后才发现我走错边。